好，我现在跟大家开始正式进入今天的赛道了。今天的天气真的太适合跑步了，加油！公主已经上马了，哇哦，这是不是路人的加油声？转弯了，转弯之后，有人给我们加油。转弯了之后呢，就进入到南京路步行街啦。 等我发现的时候，我已经跑过了3公里了，继续往前。好，加油！急救的骑行队伍，一路急救站，补给站到了，大家稍微保持点距离啊。6公里已经到了，在我这儿，都是吗？好，谢谢，自己给自己挂上，噔噔噔噔。 今年的目标不是 PB，今年是 PH，PH 就是 personal happy 愿望达成。